谢贤101岁的母亲日前在澳洲过世，谢贤因拍摄节目没能与母亲见最后一面。10月22号，谢贤拍摄完节目返港，心情不错，被问及母亲身后事，依然面带笑容，表示将会前往澳洲打点。一向疼爱奶奶的谢霆锋却因为工作原因无法前往，妹妹谢婷婷陪父亲过去。阿霆锋唔去，霆锋唔得。咁两个孙妹，咁有冇同阿谢霆锋沟通啊？佢咪好开心。沟通咗噶啦。系咪都好去代佢？啊，得噶啦，你唔使问咁多嘢啦。啊，呢啲嘢做咩啊？霆锋系咪会喺内地直接过去定翻咗嚟？唔系，佢唔会，佢呢次唔会。阿霆锋，等下一次先吓。看来霆锋只能是在奶奶丧礼时才会过去澳洲了。张柏芝日前已经带着两个儿子从加拿大返港，这次孩子曾祖母过世，不知道两个孩子会不会和爷爷谢贤一起前往澳洲。我先唔会啊 ，OK， 翻嚟先讲，翻嚟先讲。谢贤表示，弟弟在澳洲安排母亲后事，骨灰将会跟父亲一样安放在澳洲。